我本不应如此对你，可这非常之时，只能用此非常手段。武吉，告诉我，妖女何在？世尊，我们穹苍总说，兴坏天下，可这天下却要依靠一个无辜女子的性命来救。徒儿想问您，弟子修炼那么多年有何用？我们穹苍又有何用？我不和你辩这些，说你把妖女藏哪儿了？师尊，扶摇不是妖女，她行侠仗义，她心怀天下，却要因为一枚五色石而枉送性命，这不公平啊！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。可也许并非只有置她于死地这一条路。就到古籍上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上古神力，武吉只是想恳请师尊答应我前去寻找，也许能够给扶摇找到一条生路，也替穹苍替苍生找到一条生路啊。你以为为师没想过这些吗？可这五洲天下只有用他的性命而祭，别无他法。我不信，徒儿不信。